哎，你好，那个我是跑腿的，过来取一个甜品。嗯，好，就这个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等一下。啊。我们到时有活动，就是猜灯谜，猜对的话可以送你两张电影票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哦，电影票，那猜对了可以请你去看吗？可以啊，不过你要先猜对了才可以。嗯，行啊，那我试一下吧。好。啊。我给你找个谜题啊。嗯。谜题是好了，我猜不中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我是跑腿的，刚才说找钥匙那个订单是你下的吗？对对对，我刚开的门就找不着了，这会儿。哦，没事，那我来帮你找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你看这也没给你找着，真是。没事没事，我再自己找找吧。那行了行，好，抱歉啊，不好意思。嗯？钥匙在门上呢，快开门！哎，你好，那个我是跑腿的，你男朋友让我来的。道歉是吧？道歉没用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他让我给你送个东西。送什么呀？买个口红，丝毫都买不对。哎，来，他让你看一下这哪个是迪迦奥特曼。这不都一样吗？好，你再等一下。那你再看一下这里面哪个是佐助，哪个是乔巴。这我怎么知道啊，我都没看过。你看你都不了解他的爱好，他凭什么知道你的色号呢？我哎呦我的妈。哎，你好，我就刚才打电话那个跑腿的，那个你男朋友给你买的口红让你送过来。 这包装怎么拆了呀？哦，我也说好买一个系列，怎么就买一只啊？哎，你等一下，你怎么说话的呀？你知道你男朋友为了给你买礼物每次在干嘛吗？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走走，你跟我看看。那个就是你男朋友，每次给你买礼物的钱都是他做兼职挣回来的。哎，你别去了吧。又来了。哎，你好，你是乐乐吗？嗯，你是。啊，你认识徐坤吗？我大学同学。对，你记不记得你毕业的时候他帮你搬东西？嗯。你跟你室友说你特别想去一个地方旅行。布拉格是吗？啊，对。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是他订了两张去布拉格的机票。哇，我就刚刚让徐坤说了一次，他居然。愿意跟他一起去吗？怎么样？他答应了。你说我去哪儿？布拉格。哇，那我赶紧把巴黎和罗马的机票退掉。行。哎呀，一下订六张机票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我是跑腿界彭于晏，今天接了个订单，帮小姐姐把碎了的盘子复原。看她脸上愤怒的表情，就知道这个盘子对她很重要。还好，我当年在武当山学了复原术，三、二、一。搞定，小姐姐瞬间变开心了，还送给我一袋水果。她被我的魅力深深折服，最后还对我依依不舍。小姐姐真是太热情了啊，真是美好的一单。今天我爸终于做手术了。在过去的一年，我给客户送过蛋糕，送过生日礼物，给钟哥送过毛巾，给酋长送过巴掌，给别人送了这么多，其实最想送给我爸一件东西。一台手术。一年多前，我妈癌症去世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。我爸常年腿痛，经常卧床不起，却一直没做手术，因为不舍得花钱。这次我承担了所有手术费用，我第一次为家庭，为我爸做了这么大贡献。他以后再也不用受病痛折磨了。如果我妈知道这一切的话，肯定也会很开心吧。如果屏幕前的你现在过得也很辛苦，感到绝望，请你忍住别哭，继续努力工作学习，这一切都会变好的，加油朋友。刚才接了一个给自己买鲜花的订单，还让我说是别人送的，等下看我给他安排的体体面面的。哎，
送东西的吗？哦，你是林梦洁吗？我是。那你这个货不能在这儿给你吧？你给自己买的货不得挑个人多的地方送吗？要不你先进去，我再给你送一遍。我是他同事，走走走，我带你进去找他。啊？梦洁，你给自己买的花到了啊。我刚才认错人了。刚才抢了一个买披萨的订单，让我送到女生宿舍楼下。小哥哥，你把披萨放篮子里就行了。装好了。哎呀，真……哎，小哥哥，你别走，你先等一下。嗯，这谁呀？这是？我室友好看吗？啊、哦，挺好看的。你跟我说这个干啥？披萨钱你怎么给我？哎，你好，你是文文是吧？我是跑腿的，你男朋友让我把这个灯给你，他说分手了就把你送的东西还给你。跟我玩互还礼物是吧？行，跟我进来。哎，这 iPad 手表他买的，给他。这也是。他给我买的。哎，我觉得他能给你买这么多东西啊，肯定是很爱你的。但是他每天都打游戏，都顾不上我。哎，天下哪有完美的男人？你能保证你身上一点缺点都没有吗？爱一个人，你就得包容他的缺点，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考虑。你们别分手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是依依吗？是啊，对，那个我是跑腿的，你朋友陈磊让我把这两张电影票给你，他说没想到情人节你还是选择跟他一起过，这两张电影票你跟他去看吧，我不想再做备胎了，祝你们幸福。这什么情况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什么备胎啊？我不认识他。行了，你听我说了，明天再说。这电影票谁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跑腿的。你只是跑腿的。不错不错，还行还行，你这一吵架今天省不少钱呢。没办法呀，你说这三天两头的过节，每次过节都买礼物。哦，理解理解。那个你看那个电影票。电影票给你做好了。啊，行。刚才接了一个送钥匙的订单。哎，你好，这个钥匙是不是你？哦，天哪，你终于来了，冻死我了。你怎么穿这么少啊？丢垃圾，我门反锁了。这是我收到的第九个差评，让我给老丈人买礼物，不能太贵，要走心。东西买好了吗？买好了，价值几十万呢。几十万？啊，这个是给丈母娘买的中老年防骗手册，用得好的话能省几十万呢。这老丈人不都喜欢喝茶吗？我就给他买了红茶，然后这还有绿茶。你要嫌不够的话，我还买了茉莉花茶。这还有能改变你小舅子一生命运的礼物。不让你。这是我接到的第十个差评，要求买苹果要甜，不甜给差评。买好了是吧？对，保证每一个都很甜。这每个苹果你都咬了一口？对呀，不是怕不甜吗？我就每个都尝了一下，每个都甜。等差评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不甜才给差评的，我这是按你要求买的呀。苹果给我。这就对了嘛。不甜，差评。哎，今天差点接到第十一个差评。帮客户给女神送礼物，礼物很一般，希望送的方式特别点。你是？你好，那个女朋友张浩洋让我给你送了个礼物。一只鞋？不是不是，礼物在鞋里面。啊，对，来来，鞋给我，让我穿上。你别嫌弃啊，他用鞋装是有特殊寓意的。什么寓意啊？这代表着他想要用脚步和你一起丈量这个世界的美，然后余生的每一步都想和你一起走。刚才接了一个陪打游戏的订单。来，哥，你坐这儿。哦，好。假装是我跟我女朋友打游戏就行了。哦，行。那他要是给我发语音呢？他发语音你就打字就行了。啊、哦，好好好。跟我朋友在这开黑呢。行。老公来，老公来，我们一起去法兰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厉害呀，老公？你今天打不开麦呀？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我奶你，我奶你。
工，打完这把我就睡觉了。来，兄弟，手机给你，女朋友去睡觉了。太帅了，二哥，下次还找你。没事没事。